上古神书《山海经》讲的是什么？《山海经》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，经多人写集成的一部以神话为主流的书，它的内容包括范围庞大。它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而言，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，诸如宗教学、哲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医药卫生学等。此书内容包罗万象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时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。《山海经》包括《山经》和《海经》两大部分，《山经》分为南山经、西山经、北山经、东山经、中山经五个部分，故《山经》又称作五藏山经。五藏山经内容有关山川地理、四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，间中续写到诸山山神的形貌和神力。神力，海经分为海外经、海内经、大荒经，单书名号。海外经包括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四个部分。海内经包括海内南经、海内西经、海内北经、海内东经、海内南经、海内东经、海内东经四个部分。大荒经包括大荒东经、大荒南经、大荒西经、大荒北经、海内经五个部分。Overseas North Jing, Overseas East Jing. Four parts, China.